消息回来，看咱们的第八个例题，有三个用电器，而且这三个用电器是相同的，组成的电路图是这样，三个表的式数是一二三，它们间的关系是，这个电路图看似超纲了，是不是？它什么连的，同志们？串联和并联。这两个串联对吧？对。然后再跟它并联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有串有并的，这叫瞎连啊。高中时候我们把它叫混联。啊，换脸，但是呢 ，C 是超纲的，但咱们也能做下来。这个表示数是三啊 ，I 三、I 二、I 一。你这个地方你要把这两个灯，啊，咱们先一看选项嘛，看 A 选项，说这两个相等，是这两个相等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这两个相等吗？不行。你先看着啊，我把它看成一个用电器，它也看成一个用电器，它们两个是串联，再跟它并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我把他们俩可以看成一个用电器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一个用电器再跟它是不是就并了？是啊。那如果这两个表示数相等的话，但并联咱们应该从学过，同学应该知道，咱们暑假班也学过是吧？并联电压是相等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但你电压相等的话，要让电流也相等啊，你电阻是不是也得相等啊？对。电阻是个阻碍电流的东西，对吧？嗯。可能有部分同学没学到电阻啊，那没关系，你一听就能懂啊。电阻就是阻碍电流的东西。这条路里面有一个电阻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这条路里面呢？两个。你说两个的话，阻碍起来肯定电流啊小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这两个肯定不等。哎，不对，这应该能看出来，你这个是不是干路电流啊？是啊。这是不是支路电流啊？是啊。那干路电流当然等于什么呀？支路电流之和。支路电流之和嘛，所以选哪个就行了。B。选 B 嘛。那既然猜对了，这就不用看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不用看了啊。咱学过欧姆定律啊，咱们那个以后寒假的时候，咱们马上讲电学计算，但电学计算比较难一点啊。学了电学计算以后，咱们就现在咱们有聪明的同学就能看出来，实际上这两个表是有关系的。谁能猜猜关系啊？谁能看出来吗？啊，因为这两个灯什么样呀？一样。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跟这个灯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是。能看出来啊，咱们以后讲啊。第九个题目非常简单，测出 LR 电流的式啊，这就是电流表的使用方法。电流表必须是与背侧用电器串联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，因为电流表在电路里面相当于一根导线，是不是？对。电流表在电路里面相当于一根导线，它必须与用电机背侧用电器串联，且电流进入电流表的顺序是正进、付出，只要明白这两个，这些就搞定了。现在是猜 L 二的，那 B 跟 L 二串联是不是啊？嗯。还错了吧？错了。猜它了。B 错了吧？错了。猜它们俩总的了。C 呢？哎，C 好像对了，但也错了吧？是不是啊？嗯。电流是这么走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这边应该 G，这个呢？负是不是啊？是。那只剩 D 了啊。没有问题吧？嗯。第十个题目。用电流表测干路中电流的电路图，正确的是干路电流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有吧？这个是测干路的，这个有问题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正负极反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不要它，这个对了吧？啊，对。这个对了啊，这个测支路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哎，这个好像也测干路哎，是不是啊？但正负极反了，是不是？正负极反。因为电流是从这边走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哎，别动，黑板别动，啊，正负极反了，是不是？啊。因为这边应该正的，这边是负的啊，所以答案还选哪一个 ？B。十一个题目，三个电流表式数分别是一二三，大小关系是，哦，这三个什么连的？并联。但是串联该多好啊！串联电流肯定相等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啊，并联不等了啊。这个表是不是测它呀？是啊。这是 I 一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这个表测谁呀？L 一和 L 二电流。它们俩的总电流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你看，流过它电流光这光这嘛，或者它电流这样走，它电流这么走，测它测它们两个对吧？嗯。那这么看，它肯定比它大吧？对。是不是啊？再看这个表测谁的？干路电流。干路电流是不是三个之和呀？
是不是啊？是。所以是不是这个最大？嗯。这两个它最小，它第二，是不是啊？那出来了吧？选哪一个？是四 D 啊？是。一三二，一三二，对吧？嗯。这个挺不难啊，就咱们特别看花眼了，心里有数，大概心里想的跟写的不一样，那就完了，会做错了。哎，怎么好计算呢？看看啊 ，LE 的电流和通过 LR 电流之比是2:1 ，LE 的电流和通过 LR 电流是2:1，那也就是 IE 等于2个 IR， 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则 IE 表和 IR 表的势数之比是，哦，这两个都什么连？嗯，并联。电流这么走，你到这样是分叉呀？对。一往这走，这样走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一个呢？这样走回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重点分析电路，看着啊。到这地方，一往这走，一往这走啊，往这走的这样走，这样走，这样走，走了，是不是？回来对吧？嗯。这个呢，这样走回来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并联。并联，这个 IE 表测谁？干度电流。因为它的电流也得从它走，它电流也得从它走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它测它们俩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它测谁？LR。哦 ，LR 电流从它走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好了，那搞明白以后，它测它们俩，它测它，哎。我刚才说他们俩之比是2:1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加一个比例体，我就认为它的电流是 R， 它电流是 1， 这样可以吧？嗯。那它就是谁呀、啊？嗯，三。是不是 R1 加 R 呀？对。三是不是啊？它就是测它是不是啊？啊、嗯。几啊？一。一是不是啊？对。让我问这两个表的势数之比是不是啊？那多少啊？3:1。3:1，答案选 B。B 是不是啊？嗯。很简单。是到十三题了吧？嗯。如图所示的电路中，当开关 SB 和后，等 LE、LR 都不发光，哦，串联还不发光，由用导线去查找电路故障，将导线并接在 LR 两端。导线并接在 LR 两端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这时候发现灯 LE 亮了 ，LR 不亮。当把导线并接在 LE 两端的两个灯都不亮，你看着啊，我觉得 I 肯定不对。你看 I 要是 LE 短路的话 ，LE 地方相当于一根什么呀？导线。LE 相当于一根导线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你说这个这时候它还 LE 亮是不是啊？对。他刚才说导线接到它两端 LE 能亮的是不是啊？嗯。LE 短路你怎么着都亮不亮，所以 I 肯定不对，对吧？这题应该能猜出来了。你看啊，导线把它接在 LR 两端 ，LE 就亮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接的时候它就不亮，是不是啊？那说明你 LR 刚才这地方是不是断开来了？对。是不是啊？你刚才断开了，现在一根导线经历两端，相当于把你断开的东西给怎么样呀？连上。连上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再看，这 CB 肯定也不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如果你要是说 LE 断路的话，那现在 LE 灯丝断开来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灯丝断开了，它怎么能亮呢？是不是？嗯。你看这样它不可能亮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答案肯定哪一个？是它呀。对。啊，它啊。因为你 LR 断路的话，你看着啊，咱们再去验证一下啊。要是 LR 断路的话，导线接它两端，电路接通了，它亮了，是不是？是。要不导线接它两端呢？你这地方断开的是不是两开都不亮啊？对。所以符合题目意思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有的老师，那可不可能 C 呢 ？C 也不可能。C 你看啊，是 LR 短路的话 ，LR 短路相当于什么呀？一条导线。自身就是一根导线，干嘛需要用它来接了？是不是？嗯。它自身就一根导线嘛，啊，所以不需要咱们再往上接线了，是不是？那 LE 也能亮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所以那这题就是选 C，D， 啊。它这个电路故障的题目，咱们今天是小试牛刀啊。往后咱们还有电路故障的分析题。电路故障的题目其实没什么好方法啊，取决于咱们电学的基本功。还有呢，方法就是什么呢？咱们就是可以把每个选项带里去试，啊，带里去试，先休息一下，回来再做稍微难度高一点的题目。